虽然有点小误会，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来看，易东东同学见义勇为的事实基本成立，值得表扬啊！表扬就不必了，这也是他应该做的。只要以后不给校长添麻烦，我们这家长啊就心满意足了。现在这孩子呀，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有什么也不给家长说。出来，我就不。 怎么回事呀，家豪？他打我！啊！哎呀，这脸上打了！大伙来的正好，你们来，你们看看这张照片啊！这张照片，你说啊，孤男寡女，搂搂抱抱的啊，你就多丢人呐！哎，这还不算，这他们还拍照留念。姓梁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，老梁。 这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赶紧给大伙解释一下啊！什么误会啊？我完全是被冤枉的。我请我们几个澳门的客户吃饭，就席间就聊起来了，说我爱跳交谊舞，这正好有一个叫什么肉丝、丽丝什么爱丽丝的，就说教我跳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舞步。当时大伙都在场，不是我们两个人呀，我们前后不到5分钟哎，5分钟都没有。5分钟生米都能煮成熟饭了，还5分钟？ 你孤男寡女，你好好，你跳什么舞就不该跳。嗯，丽姐，跳舞怎么了？我还是跳舞的呀。哎，江大伟，你是咱们这条街上最有文化的，你给评个理，你说说。哎，你先不要激动，安静一下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看我们这个邻居都几十年了，是吧？那你们家老梁爱跳舞，大家都知道的呀。这个跳舞。 他手他就得搭上啊，要不然怎么跳啊？所以啊，我觉得你们家老梁没有问题。是啊，曾奶奶说的有道理，这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问题？还是在公共场合拍的。老梁要心里真的有鬼，这照片肯定不能让你看见，你说是不是？对的，对的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啊？不是，我猜的我要不这样，你们几个。 陪家好聊天啊！我跟老马陪老梁出去散散心。哎，对的，对的。都别围观了，咱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走了，走了，去了。还知道打了？你们还不走呀？你赶紧回去啦，老婆去打麻将了。赶紧回去做饭。好好好，走吧。 不知道那个新来那个同学太搞笑了。对呀，我听说他晚上喜欢光着屁股跑来跑去的。这个，你弄弄的是你们谁说的？这个，哎呀，东东啊，你听我解释嘛，我肯定不会干这样的缺德的事儿。你裸奔这个事，小宝也知道啊，你怎么不怪他呀？啊？他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于跟别人分享的人，但是我发誓，我只告诉小宝这一个人，而且小宝也跟我发了誓，他说他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梁小宝，你告诉任何人了吗？我只跟好好说了。 我不可能瞒着好好的嘛！我只跟我哥提了一嘴，但是我发誓我没有告诉公安。你看看你们这样！哎呀，易东东别生气啦！我不想被别人误会。误什么会呀？你这简直就是值得吹半辈子牛的光辉历史好吗？哇，欧小健都被你救了，说出去谁信啊？你信吗？你信吗？谁是欧小健？ 就是咱们街角杂货铺，欧奶奶的孙子欧小健啊！哇，弄了半天你连救的人是谁你都不知道啊！麻阳街头号大哥大，小小姐跟他最熟了，青梅竹马，你可以。易东东，我希望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种光着屁股乱跑的流氓，我是个见义勇为的好人。 谢谢你，这是那天我救的那个人拉我后背上的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你们谁认识谁还他。我去给他。哦。做的面呀，有多吃点。嗯，真甜啊，加蜂蜜的啊，是不是？心情不好啊，这女人就得喝点甜的。好吃好吃，加好。嗯，要不我说你，这夫妻俩过日子，这磕磕碰碰挺正常的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是吧？嗯。好，你说你刚才哭成那样，多伤身体啊！哎，你有几条命？今天你这么折腾，就是。你说我。 整天啊，什么扫地呀、洗衣服、做饭，他倒好，整天在外头也不着家，谁知道在外头干什么呢？嗯，他就是跳了个舞，你至于吗？就是，我觉得啊，老孙说的对，老梁没有这个胆子，他哪敢在外面勾三搭四的呀？对，哼，其实我觉得家豪闹的也对，嗯，哎，你们说家豪多好多漂亮啊，哎，他梁元朝不陪着家豪，陪着别的女人跳舞，那根本就是幌子。 就是你好说话，你要是换了我，我挖地三尺，我把他给挖出来，我扒了他的皮，我抽他的筋，你信不信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外头是不是真的有人了？不一定，但是他肯定是摸着腰搂着了，这搂着会怎么样？你自己想。哎呦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丽丽，是让你来灭火的还是教火的？你这不天。 本来就是，你看他摸哪儿呀？这日子没法过，是吧？我就说在外头有人了。哎呀，行啦，家豪，别要死要活的了。这要我说啊，还是你自己不够自信。他怎么不自信啦？他们家里里外外什么不是家豪在忙活呀？是，他里里外外一把好手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自己瞧瞧，你这头发。 这裤子，你摸摸你这手，多久没好好打理自己了？哎呦，家好啊，这个外表啊，永远是女人自信的重要标准，知道吗？这你说的确实是对。哎，咱们女人只有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了，才能增加自信。对，咱们现在就可以去买衣服、逛街、打扮呀。我赞同，咱们今天就出去潇洒一把。我呢，去请个假，怎么样？走，太好了！现在就走吧。 哎呀，不对呀，这抛一点，抛一点，好看人洋气。哦，对。我想要山口百惠那种，上面这些头发剪掉，怎么像雷劈了呀？一会儿就好看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不走！哎呀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！哎呀，相信我，听话，哎，听话。 飞起来了吧？你看他那个阵儿高，我就不高。哎呀，真好啊，家豪！哎哎，姐，慢点你们，1、2、3，走！妈，你化妆烫头了，怎么样？好看。你看这，我也想要。假的。妈，要不这件新裙子你先给我穿一下呗？那可不行，我还没穿过呢。啊，给我穿着嘛。 等你长大了，妈把这些都给你啊！啊，那我要快点长大。我以后一定做个好警察，这就是我想做的。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那个人懦弱没用，不代表我们欧家都是孬种。 说，我怕划破桌子。你那书皮是硬的，我拿来垫一下。垫一下？你看它被你划成什么样子了？没有划的，不是还能看吗？活该吧？土生不好，非读你姐的书。 不知道那是他的宝贝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他也太小气了吧！那书上划痕，基本上约等于零。 别动我海报！不是说了书烂了还能看吗？这海报撕成两半，照样能看。还给我！这是我的海报！谁让你知道别人东西不能碰了，是不是？啊！给我！ 撕烂的，行了，你们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今天是你爸的生日，到现在那蛋糕我还没去取呢。今天是爸生日，妈，一会儿蛋糕我去取。念，留下来帮忙，听见没有？哦。 我充满呀，我充满。哎呀，一天天臭美了。儿子，你看妈这个蝙蝠衫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好看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我花了20。你跟你爸说我花那么多钱啊？宝贝。放心吧，不会。可是我爸要是问起来，我也不能撒谎啊。 房费，给萝卜裤，自己新潮的，快试试。对呀，你给我买了萝卜裤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萝卜裤啊？你妈我是谁？你妈我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。奶奶，奶奶，您没事吧？哎哎，谢谢小小，奶奶要赶时间，哎，先走了。 啊，奶奶，你是不是扭到了？我扶您回去擦擦药吧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，我要把这鱼汤啊，赶快送到医院去。这鱼汤啊，我煲了一天了，冷了，怕会腥的。哎，奶奶，要不我帮你送吧？啊，也好也好，奶奶谢谢你了。不谢，应该的。啊，奶奶，我先送您回去。哎呦，不用了不用了。 小小，那你快去吧。见到小健，告诉他好好养伤啊，就说晚上奶奶不过去看他了，千万别告诉他我这脚的事哈。哦，那快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好，去吧，乖，乖啊。小这个，哎。 衣服，啊！我让你拿衣服，我什么都没说呢，还你来找我，韩的有什么事儿？那个马皮他又来了。哎，行了，快走吧。 行啊，快点！李姐36床的体温又上来了，发烧啊？刚换的药，可能有点反应吧。这不应该呢。小静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个叫欧小健的病人，他是在哪个病房？欧小健，哦，315，直走左手边最里面那间。啊，谢谢。 请问315床的病人去哪儿了？没在房间吗？啊！哎，小鱼，你帮我守一下，我要去病房看看。好。请问他伤到哪儿了？内伤大出血，居然还不在病房。严重吗？大出血，你说严不严重？真是不要命了，伤成这样还四处跑，你等会儿真的得劝你的。 来，干杯！整天就知道吵吵吵！我梁元超怎么说也是一条汉子呀！啊，不该呀！我不要点面子的啦！该什么该呀？我比你该。我每个月的工资啊，就没过我手，就给这么一点买菜的钱。我一老爷们儿不寒碜啊！还有。 这几天这娘儿几个吵得我脑袋这么大个儿，我是一家之主啊，说话没人听，来吧，喝酒吧，哎，你不错了，哎呀，都不容易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在这个老婆眼里，自己家的男人那都不是男人，你们习惯就好。这就好比说，在我们男人眼里啊，老婆啊总是别人家的好，一个道理的。 其实啊，你们家家好对你挺好的，嗯，还担心你走，不像我们家那口子，巴不得我睡大街上铺街呢。就知足吧。哎，这真是沦落天涯的同命鸟。红颜一寻，知己难得。天若有情天亦老吧，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啊！来来，喝好。跟你们说个事儿啊。 嗯，今天我过生日，估计那娘几个是给忘了吧？哎呀，我兜没带钱，但我就不管了啊。上回可是，今天还是你，老梁，我们敬你，敬你，敬你，开心就好啊，开心最重要，开心。小建哥，你太厉害了。 真的都不用动手了，那帮人全给吓跑了，嘿嘿，太厉害了！我根本就没想动手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看我现在这样，难动手吗？哦。哎，那你跟我去干什么呀？我不去，那些兄弟怎么办？哦，对呀，对。嘿嘿，反正这次之后，马皮这帮人绝对不敢来找我麻烦了。嘿嘿。 鱼汤，奶奶做的。那我替你尝尝。哪次有好吃的没你的份？尝吧。嗯，奶奶做的鱼汤真香哎。这鱼汤不是你奶奶做的，是一女孩送过来的。女孩？啊，对，头发这么长，长得还挺漂亮的。别喝了，妈呀，没喝完呢，不给喝了。 老板，哎，我妈下午让您留的发糕，我过来拿。都留着呢。哎，你上次被警察叫去问话的事儿，搞清楚了吧？这就没什么事情，这唯一的事情就是耽误我妈做饭了，所以罚我来拿发糕。行，稍等会儿给你拿去。那钱给您放这儿了。好啊。哎，那不是马小小吗？等等，他蛋糕还在这儿没拿。马小小。 我们是邻居，我帮他拿吧。啊、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，谢谢，慢走啊。那一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马小小心事重重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，就这样不近不远地跟在他后面。 帮他拿着蛋糕，护着他走这条有点昏暗的路，也挺好的。那是18岁的我，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。也许，真的有些守护，是需要一些距离的。 妈一直催，我才不出来等着。你说什么呢？蛋糕呢？什么蛋？爸生日蛋糕啊！蛋糕？蛋糕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你姐让我帮忙拿的。哦，好了，蛋糕给你们，我得回家了。我们还等着这些发糕呢。 不谢不谢不谢，也不多，永远活泼，活泼活泼。你这三个年轻人在哪里喝酒呢？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，别在外面再闹了啊！回家吧啊！真好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 开心，我还以为你们给忘了呢。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爸，你是不是又许愿要去北京了？这哪能告诉你啊？告诉你就不灵了。 你们一直没吃饭，等着我呢啊！你终于想起我们来了，你脸都红了。我真是过意不去，我要知道你们在家等着我，我干脆我就不去。你知道你的名字啊，不应该叫马英俊，你应该叫马后炮，是吧？家豪，对不起，我决定离开家一段时间，给彼此多一些的空间，冷静一下。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也很辛苦，但我一直觉得，生活应该不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应该还可以多一些的浪漫。 也许就是这样的分歧，让我们总是吵架。我真的不想再让小宝生活在我们的争吵中，就让时间给我们一个答案吧。他们是学习榜样中当之无愧的代名词，让我们把学习标兵这一光荣称号颁发给他们。他们分别是初三二班的欧小健同学和初一三班的马小小同学。我听我爸说，欧叔叔明天就回来啦。嗯，明天中午回来。奶奶从今天早上就开始做各种好吃的，感觉比过年还热闹。真好。 你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。自从他出事被抓进去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但是我相信他是个好人，是个好警察。对，以后要是再有人敢说你是没有爸爸的小孩，去告诉欧叔叔，让他好好教训他们。奶奶。 哎，我来帮你忙。今天呢，幸好抢到了这些排骨，今晚把它腌好，明天上锅一蒸，肯定特别香。哎呀，这个糯米呀，我也把它泡好，然后啊，把它跟腊肠、虾米一炒。 哎呦，香的耶！你爸爸最喜欢吃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趟菜市场，我得买一些新鲜的芥兰回来。哎，对。哎，哎，你再等一下啊。便先吃一点吧。我不饿，你先吃吧。欧姨，我们回来了。 侯姨，马叔，侯姨，你们冷静点，听我说。我们沿着麻阳街到监狱的路上找了一天，最后在猪巷边上。我爸呢？这是你爸的东西。他们还在大牢见过的奶奶。欧姨，欧小建，你成绩这么好，去个中专你不觉得可惜了吗？ 以你的成绩，只要稳步前进，就算是高考，老师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老师，我以后想当个警察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。老师知道你家里刚出了事儿，你爸的事……我真的想好了。这就是我想要填的志愿。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走。你奶奶最近身体好些了吗？我听到你和你们班主任说的话了，你真的打算放弃高中，去读警校了吗？我奶奶身体不好，还因为那个人病倒了。其实读警校蛮好的，也就读3年，还包分配工作。 这样我就可以赚钱养我奶奶了。可是我觉得你不能为了挣钱养家而放弃上高中的机会。我想好了，我以后一定做个好警察，这就是我想做的。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那个人懦弱没用，不代表我们欧家都是懦弱。你爸爸？他不是我爸，你以后别再跟我提了。 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虽然很多地方还没看懂，但是每次看完都觉得充满力量。希望它也能给你带来力量。 马小小永远相信欧小建。小小，我永远不会骗你。嗯。绿荫的小巷，旧日球场，一样的背影被夕阳拉长。错过的渴望，风中睡着，是我不安花火的年少。绿荫的小巷，你那扇窗，转角的头望，你身上的光，追逐的追逐，总是不能抵达。简单的一句放下，后悔。 角落，朦胧中无言脆弱，徘徊有微光闪烁。哦，往后是你流露的一场欢喜，就让那些不安分的角落，留下我偶尔脆弱，时光遗忘的痕迹。